是吧？嗯。先看什么？看手机。看手机，手机里面。看手机，这样就看了就行了嘛。嗯。没事，给他看一下就行。从苹果的，新苹果都不用看了，全部人都知道是苹果的。好了吗？开始了。啊，开始了。看一下这个苹果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位置就行了。苹果。对，就这个位置看看先。线。先插的。卷在一起的。对对，就这个位置就行了。啊，就对，就这个位置就看得清。可以跳。要插着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可以跳九伏两安的。啊，对。然后开始充吧。